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HSK 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三十五题，请大家注意。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我们家有三个人。我们家有三个人。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我买了一个新电视。 我买了一个新电视。二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三，再见。 欢迎您下次再来。再见。欢迎您下次再来。四，这是他给妻子买的。这是他给妻子买的。 五，女儿让我回家的时候买些鸡蛋。女儿让我回家的时候买些鸡蛋。六，她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洗衣服呢。 他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洗衣服呢。七，服务员，请给我来一杯咖啡。服务员，请给我来一杯咖啡。 八，爸爸，你别走。爸爸，你别走。九，王小姐的猫是黑色的。王小姐的猫是黑色的。 十。今天要做的事情真多。今天要做的事情真多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。 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五题。 十一后面最右边的是我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你旁边那个女孩子是谁？十一后面最右边的是我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你旁边那个女孩子是谁？ 十二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送给你的，谢谢你。十二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送给你的，谢谢你。十三。 谁来回答这个问题？老师，我。十三。谁来回答这个问题？老师，我。十四。再来点儿米饭吧。 你吃的太少了。好的，你也吃。十四，再来点米饭吧。你吃的太少了。好的，你也吃。十五。 这几件怎么样？你试一试。好，我喜欢这个颜色的。十五，这几件怎么样？你试一试。好，我喜欢这个颜色的。 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。十六，你那儿有今天的报纸吗？有，我现在很忙，你五分钟后再打好吗？十六，你那儿有今天的报纸吗？有。 我现在很忙，你五分钟后再打好吗？十七，告诉我哪个最漂亮？我觉得都漂亮。十七。 告诉我，哪个最漂亮？我觉得都漂亮。十八。您做什么工作？我是小学老师。十八。 您做什么工作？我是小学老师。十九。现在是八点，不是七点。真的吗？我的手表慢了。十九。 现在是八点，不是七点。真的吗？我的手表慢了。二十。这是李小姐的电影票，你能帮我给她吗？没问题。 二十，这是李小姐的电影票，你能帮我给她吗？没问题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。 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 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天气太热了，家里有西瓜吗？没了，我现在出去买吧。女的要去买什么？二十一，天气太热了，家里有西瓜吗？ 没了，我现在出去买吧。女的要去买什么？二十二。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吗？不是。 去年九月，我来过一次。男的来过这里几次？二十二。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吗？不是，去年九月我来过一次。男的来过这里几次？ 二十三，你妹妹现在还住在学校里？对，她住学校里，上班很近。妹妹现在住哪儿？二十三，你妹妹现在还住在学校里？对，她住学校里，上班很近。 妹妹现在住哪儿？二十四。今天你准备几点起床？我不睡了，现在就起。 难的是什么意思？二十四。今天你准备几点起床？我不睡了，现在就起。难的是什么意思？ 二十五，小刘，中午有人给我打电话吗？您儿子打了个电话，问您晚上在哪儿吃饭。电话是谁打的？二十五，小刘，中午有人给我打电话吗？您儿子打了个电话。 问您晚上在哪儿吃饭？电话是谁打的？二十六。今天太晚了，我们别去小张家了。好。 明天再去吧。他们今天为什么不去小张家？二十六。今天太晚了，我们别去小张家了。好，明天再去吧。他们今天为什么不去小张家？ 二十七，鱼真便宜，现在三块钱一斤了。我买两斤，鱼多少钱一斤？二十七，鱼真便宜，现在三块钱一斤了。我买两斤，鱼多少钱一斤？ 二十八，28, 你多穿件衣服，外面阴天，可能会下雨。没事儿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二十八，你多穿件衣服，外面阴天，可能会下雨。没事儿。 我很快就回来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二十九。吃点水果吧，水果在桌子上。不，我想喝点茶。 桌子上有什么？二十九。吃点水果吧，水果在桌子上。不，我想喝点茶。桌子上有什么？ 三十，明天下午你去唱歌吗？我想去，但是我明天下午有课。男的明天下午做什么？三十，明天下午你去唱歌吗？我想去。 但是我明天下午有课。男的明天下午做什么？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 例如，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，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、哦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，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、哦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 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。三十一，你学汉语多长时间了？快两年了。你说的很不错。听和说还可以，读和写不好。他的汉语怎么样？三十一。 你学汉语多长时间了？快两年了。你说的很不错。听和说还可以，读和写不好。他的汉语怎么样？ 三十二，这个椅子怎么样？颜色很好，但是它太高了。没关系，前面还有几个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他们为什么没买这个椅子？三十二，这个椅子怎么样？ 颜色很好，但是它太高了。没关系，前面还有几个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他们为什么没买这个椅子？ 三十三。听说你们学校很大，老师很多。是的，我们有两百多个老师。那学生呢？学生有两千多人。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？三十三。听说你们学校很大。 老师很多，是的，我们有两百多个老师。那学生呢？学生有两千多人。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？ 三十四，吃药了吗？现在身体怎么样？吃了，现在好多了。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医生说下个星期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三十四，吃药了吗？现在身体怎么样？吃了。 现在好多了，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医生说下个星期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三十五。请问？ 十四号到北京的车票还有吗？对不起，十四号的已经卖完了。那十五号早上呢？还有吗？有，您要几张？两张。男的买了哪天的票？三十五。请问？ 十四号到北京的车票还有吗？对不起，十四号的已经卖完了。那十五号早上的还有吗？有，您要几张？两张。男的买了哪天的票？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